更的。捕まえろ。走，走。放开我！你们为什么抓我？嘘，你就是谢天赐。谢炳炎是你的父亲。不是不是，他不是我父亲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恨我，我也恨他，他要杀我的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放了我吧！我送你去一个地方，是一个你应该去的地方。不不不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要带去我哪儿？真希望我们能一直生活在这样平静安逸的环境里。其实我们以前一直都很自豪，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，有山峦，有河流，有一望无尽的田野，还有众多的民族，他们快乐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但是我们缺少一样致命的东西，就是保护他们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亲人被屠杀，看着我们的物产被掠夺，看着我们的同胞颠沛流离。我手中虽然没有枪，但是我有笔，我可以写出激昂的歌词和文字，去唤醒那些沉睡的同胞。我可能不能把他们一个个变成一把把尖刀，但是我至少可以把他们变成一棵草。一棵草。为什么？码头上全是日本商人，从他们的言行和举止上，我敢断定他们全是日本军人伪装的。他们强行买通船主，把大部分的民用船都改成了运煤船。一艘民用船都没有吗？不就是船票紧张一点吗？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有船票也坐不了船，你们的行李应该有很多抗日的标语和书籍吧。韩小姐说的对，
要是可以找到不在边的黑船就好了。我之前在叔叔的船行工作，认识了两个在附近的船老大，我可以去试一下。真的吗，舒莹？那你可帮我们大忙了。是啊，韩小姐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个人情是要还的。到了，到了，这就是上海啊！哎呀，哎，快看，快看，好高的楼啊！你看，这里就是上海啦。我叔叔婶婶的家就在这里啦，以后你们就跟我住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看那里，待会儿有人来接我们，大家别走散了。来，这边，雷轩哥啊，小心点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小心别碰到。是你在的那个大学吗？条件怎么样？城里还是郊区啊？若雪，你跟家栋可能不能跟我们住在一起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能跟你在一起？你听我说，若雪，我们演剧队呢是受邀请到上海宣传抗日的，所有的经费都是高校联通过花名册来提供的。那也不差我跟弟弟两个人呀。我们是一个抗战的队伍，厉老师是队长，拖家带口总不好吧？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跳出来说什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喜欢我文轩哥，你妒忌我，因为文轩哥喜欢的人是我。你简直就是。王老师，对不起啊。随便你怎么想，若雪，王老师他只是就事论事。我不要跟你分开，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我跟舒颖说好了，你们先搬去跟他住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可以演戏的，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的。那家栋怎么办？他需要治疗的，跟着舒颖也会有好的照顾的。听话啊，来。舒颖，辛苦你了，他们两个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们的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上海学生会的人来接咱们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学生会派来接你们的。辛苦了。来，同学们都在那儿呢。王佳南，王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还是不放心，要不我跟王老师请个假，先送你们回去。哦，不用的，我家离码头其实特别近，驾个黄包车，拐两个弯就到了。你去忙你的正事儿吧。好，若雪啊，你要管好自己的脾气，照顾好弟弟。我那边安排好一切，就回来看你们。嗯，我先走了。走吧。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，可以去找你的文轩哥哥，但是家栋必须跟着我，他得上学看病，跟着谁走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喂，我不是非要跟着你啊，我是怕你虐待我弟弟，我才跟着你的。
多好呀，马上就听着。东风，东风，我碰。在楼上就听见我妈赢钱了。八条，你妈今天手气特别好。我妈的手气天天都可好。小心点啊。干嘛？要出去啊？早点回来啊。哎。嗯。哎。谢谢妈。你说什么？谢秉炎就这么死了？你说他怎么那么死心？也必须得付，现在物价多贵呀、啊！凭空多出几张嘴来，谁家受得了？等安定下来，我和若雪都回去工作。吃吧，啊，没关系的。来，看什么看啊，没礼貌。第一次来上海，关你屁事。挺厉害的，那我听说这煤矿里的女孩都是五大三粗，长得跟大煤饼似的。没想到你还挺漂亮，挺白净的。我也听人说上海人洋派，女孩多爱用花露水。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啊，男孩都是用花露水洗澡的。哼，进口货，美利坚的。哪儿的货？喷多了都是一种糟蹋。你身上这味儿啊，嗯，苍蝇都要被你熏死了。呵呵，嘴还挺厉害。
不过我喜欢。呸！你也配？谢小姐，太太让我告诉你说一路上辛苦了，让我先带你到房间去休息。请进。这张床是我的，这张床就委屈谢小姐和小少爷将就将就吧。他们居然让我住这儿？还有，太太让我告诉你，明天早上5点钟起床，跟我一起去菜场买菜，以后家里的衣服都要你来洗。什么？居然敢指使我干活？韩双言，你给我出来！走。谢小姐。韩淑莹，你给我出来！韩淑莹，听见没有？怎么了？谁招惹你了？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好人！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把我带来上海，原来是来给你们家做免费佣人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不知道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居然让我跟家栋住又潮又湿、没有阳光的佣人房，还想让我每天早上起来买菜、洗衣、干杂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家里没有空房间了，那不是还有客房吗？客房是留给我娘家人来住的。已经如期到账了。现在的煤炭什么价格，不用我再多说了吧？再看看你这侄女，新婚之夜到我们家，我们家就出事儿了。也就是说，她还没来得及跟我爹发生实质性的关系，她现在还是完整的一个人。可是我们家已经……
这，要不我们可以告他？我手里有合同啊。再说，没结婚又不是我们韩家违约。对呀，我现在就去给律师打电话，我告他们非法入侵。这官司打不得，打了你们就是引火烧身。叔叔婶婶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船行因为煤炭储备充足，多少人都在眼红，黑道白道没有人不惦记的，只是大家没有机会下手。你们现在这一打官司，不等于把机会送到别人的手上吗？万一遇到别有用心的人，假借着帮助谢若雪姐弟打官司，万一真的输了呢？你们输的可不只是官司，还得赔偿。可我们手里有谢家的合同，你能担保法官不被收买？这上海滩有钱有势的人多了，你们这赶走的不是谢若雪，是财啊。哎，淑颖说的有道理，的确啊，眼红妒忌我们的人现在多得很啊。可你让我天天跟那个丫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看她对我吆三喝四的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这谁呀？这你还真得让着若雪，这家伙脾气可臭了，当着日本人的面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，他敢拎着煤油点自己家的房子，你要是惹了他，指不定哪天就把我们房顶拆了呢。哼，慢慢吃。主人没上桌，客人倒吃上了，这是哪家的规矩？客人？这有客人吗？有吗？贱人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婶婶，是我让他们先吃的，孩子太小饿不起。真够倒霉的，一大早就吃别人剩下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家栋，多少说两句吧，大家吃，大家好好吃。张妈，给我煎两个鸡蛋。好。张妈，我也要，我跟我弟一人一个。哎呀，你吃你的饭吧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It's a beautiful day. Why？ 为什么大家脸上都挂着不愉快呢 ？Why？ Why？ 别哇啦哇啦了，你再挖连汤都没了，赶紧坐下。谢小姐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好啊，好极了，床很松软，很舒服。啊，睡得好就好，睡眠对女人啊是顶顶重要的。这话呀，得跟你妈说。嗯 ？Oh my God， 我亲爱的妈咪，你的脸色发青，还有黑眼圈，昨夜在梦游吗？你赶紧吃饭，吃完饭以后跟你爸一块上班去。这个家里妖气太重，不适合男人待在这儿。叔叔婶婶，跟你们商量个事儿，我今天要带家栋去看病，拿点钱给我吧。家里哪有闲钱呀？天天嚷嚷着要打仗，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。我以前但凡寒暑假就在船行打工，一分钱都没有拿过，现在可以给我了。拿钱。哦。嗯。这些不够。那。张妈，从今以后家里的开支减半，水果和零食都不用再买了，每天就两个菜。我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怎么了你？没事，抽筋了，抽筋了，不要紧吧？从孩子的脑电波来看，情况不是很乐观。因为像这样受惊吓而导致思维断裂的孩子，
在我们这里也有几个，他们目前正在进行启蒙式的治疗。那之前有治好的先例吗？很遗憾，目前没有。那有治好的希望吗？作为医生，我们永远对患者充满希望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治疗。可以，不过你们还是要做心理准备，这种诱导式的效果无法估计，而且治疗的费用也是相当昂贵的。不管多贵，我们治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把我莫名其妙关了一个月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九儿，九儿，我比你大不了多少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中国，那是1910年，也是明治44年。我被国家派驻到东北，帮助他们实行独立计划，但是遭到一些中国人的抵抗。就在第二年，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出生了，他们为了威胁我，居然偷走了我一个刚满月的儿子。从此我那个儿子就下落不明，我把我所有的爱倾注在另一个儿子身上，把他培养成全日本最优秀的军人。但可惜，在去年辽宁大规模清剿战役中，他为国捐躯了。他的照片就在你的身后，转过身去看看，看他。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了吧？我不是日本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姓西，我叫西田次。你叫武藤浩司，快去给哥哥上香。你们搞错了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我走，我要回家，放我出去，我要回家。能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，你应该感到光荣。记住，你叫武藤浩司。我不是，我不是日本人，我不是。眼前这个匪徒是叛乱分子，是要被枪决的，你要跟他一起睡吗？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是良民，我不是叛乱分子。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，当然不会被抓到这儿来，可是你不是，你身体里流着的是武藤家族的血液，
而你却拒绝回归，这是对武藤家族巨大的亵渎。目前你有两个选择：作为中国人死去，作为日本人活下来。我不要死，我还年轻，我不要死。看你的手，这就是你当25年中国人的下场。你只想像垃圾一样的活着，成为一个废人，还是人上人？你要当什么样的人，自己选择吧。 家栋，哥哥给你带糖了。嗯，来。怎么样？每天带着家栋来治疗，很辛苦吧？若雪呢？她怎么没来？她最近常常自己出去玩，可能是因为刚到山海觉得新鲜吧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天天在家里跟我婶婶吵架。这丫头啊，就跟个仙人球一样，谁惹她一定被她炸。初影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要有困难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没有，一切都挺好的。回到上海，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。倒是你，我觉得你瘦了，吃的住的都还好吗？放心吧，吃的住的都挺好的。哎，应该那样。 先这样，这样还挺好的。这个点，我也想放那儿。行。你们每天就吃这个呀？这也太素了吧？对呀，李老师还专门为这个写了一首打油诗呢。白菜绿。 白菜本是土中长，含有多种营养素和长长的养生广。那你们住哪儿啊？就住这里呀？对啊，这个是男生宿舍，我们女生住这边。这条件也太艰苦了吧！ 不会啊，我们都觉得这特别好。你看啊，这个仓库这么大，在这唱歌，就像安了两个巨大的音箱，那回声美妙的，就像是在百老汇歌剧院。还真是挺能苦中作乐的。好香啊！文轩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 算了，我不等他了，我下次再来。走了。哦。停！
Hello, Miss Chia。你坐在这里就像一尊女神一样，整条街都会因为你的寂静而熠熠发光。你能说人话吗？你天天这样累不累啊？喂，你有钱吗？愿意为漂亮的小姐服务，需要多少？你有多少啊？才这么点儿，瞧你那谱摆的跟腰缠万贯似的。这些我都借走了。给你也行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明天下午陪我喝咖啡，在上海最好的咖啡厅雷司令，怎样？好，我就不愿意欠你人情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再见。OK。怎么不唱啊？婶婶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儿。如果是钱的事儿，你就不用商量了。还真是钱的事儿，我带家栋去看过医生了，两个疗程需要600块。多少钱？600？你的口气是越来越大了，说600好像收6块钱那么轻松。舒颖啊，不是叔叔不帮你，家里确实拿不出这笔钱，船行最近生意也不好。我们东旭只能勉强维持。我打听过了，你们通过黑市卖了一些煤，这笔收入相当的可观。说到底，这些钱原本就是谢家的恩惠，拿一部分出来给家东治病也不为过。我一分钱也不会再给他们的，他们在这里白吃白住，我对他们已经够仁慈的了。你去打听打听，谁会像我这么好心？你们要是都不同意，我就只能卖房子了。卖房子？这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我有权利处置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，不至于为了这点钱就卖房子吧？你把这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儿去？真是搞不懂，你欠了他们什么？着了魔似的倒贴。好好好。我明天就去银行给你取钱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谢谢叔叔。都怪你，当初就应该趁舒颖小的时候把这房子的户名给换了。你的好，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会再回来了，现在好了，这泼出去的水回来了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怕做得太过分，对不起我大哥。是你现在对得起你大哥了，可是我们呢？就快睡大街了，没那么严重，这点钱给他就是了。这孩子的病花起钱来就是个无底洞，你知道吗？万一以后舒颖问我们要钱要不着，再拿房子来威胁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我有个办法，就不知道你敢不敢。什么？一不做二不休，把这个傻孩子给扔了。
是璀璨，有一段悲欢，几成步履蹒跚，不改颜色依然，在生死两端，爱恨纠缠，留不干离别泪，天色将晚，亏欠的心安，我愿用生命归还，拨开笑颜，黎明就在眼前，谁说荣辱兴衰无关红颜，等春风里重生，总花开无名，留岁月记得清澈的眼睛，等曙光里重逢，终究梦已无凭，希望黑暗中记得曾走过的背影，在曙光里重逢，终究梦已无凭，日出释怀了曾经，前路灯光阑珊，看纷繁的花瓣生